あんたたちもこの償いから逃げ出すことは絶対にできない。エミリちゃん遅くない？十五年前许下嘅赎罪承诺，但系何谓赎罪？佢哋点先可以偿清罪孽呢？日本演技派红星，震撼人心嘅演绎，小泉今日子巅峰复仇作《赎罪》，Movie Movie 一连五集，马拉松式播放。